这个意思是啊，那个就是我的早餐。啊，不然呢？你不是说一个 bagel 吗？ bagel 不是主食吗？然后嘞，还有什么？哦，改字了。是这个意思的。对啊，然后我吃剩下来这个半个面包加。你要吃杯蛋糕，我会可以分你。不用吗？来吃吧。然后赶快开动。我觉得这个杯狗里面应该是冷。没有，我热很久了，我还放里面放很久。哎、欸，热的。对啊，是不是？匆匆把早餐吃一吃，准备要出门上班，他顺便带我去妈妈教室，晚上再跟你们分享今天去上什么。Go， 晚餐时间，我的主餐是这个蛋包饭。我们在哪？大直377哦。内湖737。内湖737买的。蛋包饭，然后跟这个好像很有名啊，小笼包，好大颗哦。再来，烫的卤味，满100元可以炒3杯，吃吃看。加一个花椰菜 ，OK， 开动。全部吃光光了，好棒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沈哥，我是小金。今天是我们金色汤姆第39集，好，今天有一个 Q&A 哈、老朋友 Cina 金，哇塞，超长的，那一篇满满的，哇，这大概有400-500字，我来看一下。哦、他大概跟我们讲、他是很不常识，他就教他一些他养小朋友的心路历程的一些省钱妙招、在奶粉尿布方面、像他说奶粉的话呢、他说可以去那个药局就直接一箱一箱的订、对，这样会比较省，就是看他有时候可能会说、一箱我12罐嘛，可能算你11罐或10罐的价钱。以量制价。对，或者是因为如果你要一箱一箱买，他可能会这样算，或者是说他直接折价给你。对。然后还有一个是，他说买奶粉他都会买复牌的，然后说其实配方差不多。对啊，只是差别在说有打广告的主牌比较贵，没有打广告的比较便宜，所以他都是买复牌的这样。最后一个他是讲尿布。他说他去 Costco 买12箱，12箱，那要几一两万块，车子载得下吗？载不下，对，所以他说要分两趟。他说我活动的时候买6箱送1箱，所以才买那么多。没关系，我们离 Costco 很近，对，我们可以慢慢搬。感谢 Cina 今天无私分享啊，感谢，谢谢。来跟大家讲一下你今天。
那今天也是匆匆的出门，所以吃了昨天的半个面包加杯子蛋糕，然后帮蛇哥烤了一个 bagel。嗯，对，然后就出门了，去参加妈妈教室。那今天的妈妈教室是去做瑜伽的，关于孕妇在产前可以做的一些伸展，然后或者是一些拉筋的一些动作这样子，那还蛮实用的。我在想，就是从现在开始到生产之前呢、有时间应该都会慢慢去做这样子。那今天也拿到了一包礼物，嗯，来开箱给大家看。看到这个牌子就是知道是尿布啦，嗯，然后再来这个是是蜜月试吃的，它是有两个小饼干，蜜月是蛋糕还是饼干的试吃？对，然后再来这个，这个好像说是清洁消毒用的，这袋子还蛮漂亮的，可爱。哦，洗手慕斯，哇，那么大一个，哇。然后防护液，防护液，嗯，喷应该是喷消毒的，清洁消毒的，对。两罐小罐的，然后一罐大罐的，对，哇，哇塞，光这一组就很赚了，对啊，还不错，谢谢。然后晚上呢，跟等舍哥下班一起去吃饭，嗯，啊，买回来吃，我们买了内湖737，对，这次讲对了，对，的，我是想吃蛋包饭，然后买了他的那个对面有一间三杯卤味，嗯。跟小笼包，听说也很厉害的小笼包。嗯嗯，可是吃起来还好。对，我也觉得那是不是放太久了，有点像是包子，那个皮太厚了，不太像是那种小笼包。对对，然后自己又烫了一些花椰菜。反正是那个卤味炒三杯那个最厉害。嗯，好吃好吃。好，那我们来结算一下。嗯，所以今天花到的钱就是蛋包饭75。嗯，小笼包我吃了三颗33。嗯。108，三杯卤味70，178，加上花椰菜20，198，那就是除以2嘛，99，99加上74等于173 ，OK， 累计彩金出来啦，总共是15530。这为什么要抢到？不知道，就刚好听了。好，金色汤姆时英雄，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明天早上8:15见，拜拜。哦，好饿哦。来弄，来弄。你晚上吃什么？在你要吃包面。再一个一包。一包。再一个青菜跟那个料。破百了。什么？10分钟前。我一定要加菜，是不是？吃牛排。哇塞，好棒哦！哦，好，给你弄。好。